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。今天呢，肉眼开箱要来开一个肉圆送的礼物。上一次呢，收到了这个澳洲来的礼物吗？圣诞礼物。圣诞礼物，今天要来开另外一个小箱子。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小箱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我也很紧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请瑞塔来帮我们，来猜猜猜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问我都是谁的？啊，对啊，是谁的？谁送的？是小柚子送的。小柚子送的。而且他说我一定会叉腰、欸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很害怕，你们应该不会是虫吧？他说我可能会，你会揍他？真的假的？那这个应该是送给你，不是送给我的吧？他是说是法米家、欸。法米家，哎呀，好紧张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不是柚子，满满的柚子啊！那是柚子，那不是橘子吗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什么芒果？又是马努卡，又是马努卡，马努卡，这不是那个啊？奥利奥里送的那个蜂蜜的应该是。等一下，很多哎、欸，要送很多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个是糖果、啊。应该是哦，马努卡什么？你看一下，马路卡好，没有啦，就是猴的，应该就是猴糖啊，好赞哦、喔！哎呦，我看一下这个，来，我来看一下，好。新的一年，祝美丽的肉肉公主秒秒有比用，分分有比用，日日月月有比用，永远不怕找不到比，爱你的财阀家的小油子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只写肉肉？啊，不是啊，他这个东西其实是要送给我的、啊。他不是说是法米，这里有这么多笔，应该可以送给法米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后面，爱让我们彼此，让我们听见彼此的声音，真的很有爱。哎、欸，你看他这是什么水逆推散符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是什么？股市保本符。哇，这不错哎。错世界，诸世界遗符，我想错世诸世界，还有面试通过符，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！工资翻倍符，这个应该要给瑞塔吧？对啊，一样就过一稿就过符吗？一稿就是不用改稿，啊、不用改稿，啊、稿子的稿，对，一定脱单符。这要给谁？这个可能也是要给瑞塔。这我不需要，你不需要，对你不需要，狂吃不胖符。这应该给百八，这应该是百八，这一夜暴富，这个可以给我，啊，给我啦，给我吧，你不需要吧？这个什么？高分飘过福，给百八啦，因为他可能还可能未来会考，应该给杨宝吧，他这么需要那个，他那很喜欢爬分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很可爱、欸，水逆退散符，这个刚刚已经，对你已经走一轮了，对对对，好。还有什么？哇，还有这个是顶级细胞袋，这种的人，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讲这个，我跟大家说这个，我之前开直播的时候有分享给泰勒过，这个超好用，这个超级好用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柚子会说我会擦药，他已经是刻意为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我上次不是在那边拆箱子啊？对，啊，你就拆的要死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小柚子财阀家的小柚子，我大概可能今天有大概可以知道了。应该是文具财阀家，对啊，那个笔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哎、欸，因为我这边其实是有一些文具控的需求的一些，哎、欸，这、欸、不是，而且都是粉红色的、欸，不是，重点是它这个是，哎、欸，它这个是给是好牌子，不是随便买的，这个是好用，这一支我有用过，这支笔很好写，对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好像。在直播上面这样冷消微，我是真的是有在使用这個，哇，这好可爱啊！你看，哎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这是一对的，哇，超可爱的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按摩什么东西啊？给捏的啦，应该不是吧？这应该是滚，这可以滚哎、欸，那就给你这种不正常的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小脸？你知道滚小脸不是有这种滚小脸？不是的，这种是舒压吗？对啦，啊，好可爱，要什么滚小脸？滚小脸不行吗？滚小脸很重要吧？这个是什么笔？我看放大什么笔？秘书圆珠笔，这是瑞塔的，这是我的吧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看，呀，好多哎、这个还有一个组合的，还有上面那个笔记本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怀疑他这个是不是就是文具财阀家、啊欸，应该是哦、喔。对、欸，它都是粉红色，粉色系很适合本公主。我要跟他讲，立刻传给他。好，就这些，哇，真的是。秒秒有比用，分分有比用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很赞哎！谢谢小柚子，很开心，喜欢，真的很赞，真的很赞，真的很赞。我真的我有点惊讶，就是自从上一次
欧利欧利就是进这一大箱之后，我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其他肉圆也想要再度竞争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强烈呼吁，有想要送一些好货的话，我们这边是真的是可以收，可以联络这个瑞塔，我们这有一个发米家收发地址。对，哎，真的不错。我原本一开始很紧张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怪东西？我真的那时候自己其实也很紧张，就是他说，因为他就是说我一定会叉腰，然后因为我跟他讲说，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给他回礼，然后他就说你先等开启，开完之后再说，再跟对再去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就去买那个哪里啊？那个南部不是哪里产柚子吗？就是送一箱柚子，送几颗柚子给他，他应该也会采腰吧？柚子也采腰。对对，而且还说希望啊，我们不要寄柚子给他，好像太没有诚意。我们就柚子不是都会摸下来，不是可以有一个可以戴在头上？柚子生气气，我跟柚子生气气。他这个应该是给你的，应该是给我的。好的，好可爱哦，哇塞。感谢财阀家小柚子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财阀家的小柚子。他说福州是给百发，然后糖果应该是给你。对，哇，很赞很赞，感谢，开心哎，你这样算开完了。开完了，开完了。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肉圆开箱。如果真的还有想要寄任何东西给我们的话，欢迎联系，欢迎使用这个我们资讯栏里面的那个 email。可以有专人帮您服务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么我们就期待下一次肉圆开箱喽，拜拜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